乡无心大爱无言大道无名大伤无算大乡无心大什么？半路下轿了？是的，大人，半路就下去了。不可能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小的问了，可是他没说，下了轿以后他就走了。岂有此理！大人息怒。哼，你办的好事。这某办事不力，请大人见谅。哎。他都已经上轿子了，怎么会就回去了？哎呀，这……大人，缘分不够，如之奈何。那大人，移民部的事，婚姻不成，良言可嘉。不管今天事情如何，他的建议是对的。从善如流吧。皇天在上，后土在下，济南旧军孟氏西祠堂商务主政孟明川，谨拜关帝神圣尊面前，谨拜河北廊坊人士李林昌为济南全祥察局大人，贺渊求助，华山求庇，回报得天下贤能之才，结千古难若之交，同号为业，同业继盟，不欺不诈，无父无咎，共襄大业，经世济民，天地良心，神明共鉴。早就说过，他不会跌倒爬不起来的。加上北京的新一店，他一共是两处伤号了。重振瑞福祥，他没有选择从绸布店入手，这就证明他在随时等待时机，盘下他过去的两处伤号。哎，这离乡饷债券的对期还有半年多的时间。看目前瑞祥的经营情况，哼，不行，除非艾龙彪真的能拿下移民部来。咱们管不了那么多了，做好现有的生意就行。债券到期，艾龙彪有钱兑我们的最好，兑现不了，咱们就盘下他三处商号做抵押，也闪失不到哪儿去。其余的事情你可千万别插手啊。嗯。也许是这文正得得太容易了，我这心里总是有点不祥的预感。侯爷，我
今天刚拿到的。怎么拿到的？因为来得太容易了，所以我跟小姨婶心里也没底儿。糟了，还是晚来了一步。因为咱们当时考虑移民部的时候，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环节。什么环节啊？货源。不是，这去外地的布房采购不就完了吗？去外地采购会有很多的弊端。算了，既然已经接了，想那些也没有用，就把这些弊端一一克服吧。移民部关系到400,000移民安全过冬的问题，我们既然接了这一局，就一定要尽全力把它做好，不能有半点闪失。您说吧，肖师叔，该怎么做？这样，你马上在北京和各大部号联系一下，如果人手不够，你去天津抽调人手。行，我马上去办。这么长时间没见了，你还好吧？好，挺好的。奎爷那头怎么样了？奎爷那儿，他做的衣裳基本上都卖光了，最困难的事情就是店里的人手不够。他那是一个手艺活，着急也没用。你陪我去那儿看看吧。好，走。六姐，移民部艾龙彪应该去争取。想必他是觉得在北京这儿太势单力薄了吧。哦，对了，成为了争取移民部的时候没使什么歪招。没有没有，你还别说，成为了现在啊比以前改好多了。那就好，什么时候把农业请回来，咱们好好庆祝庆祝。这衣服怎么回事啊？这前襟比后襟长这么多、啊。我们掌柜就这么设计的。哎，掌柜的，您做的朝服怎么和别的店做的不一样？哪儿不一样啊？您瞧，这前襟比后襟长这么一大截。送尺码的时候我问过，您说您家老爷今年36岁，新科技是对不对呀、啊？这没错啊，不过这跟衣服有啥关系啊？你拿回去给你家老爷穿吧，如果不合身，我倒贴你10两银子。行。赵掌柜，这可是您说的。我们掌柜的说话一言九鼎。行行行行，抱起来抱起来。好，奎爷，奎爷辛苦了。哎呦，少东，六姐，给奎爷请安。这位是？啊，这是我们孟家的孟桑，奎爷。哦，奎爷好，好，好，好。奎爷，刚才我在那儿听了半天，您跟万山说，那个。衣襟的事儿是不是有什么想法？哦，但凡那些年轻高就的官员，往往都是义气高盛，走起路来昂首自雄，挺胸甜肚。衣服的长襟做得长一些呢，他穿到身上刚好前后合体。比方说，还是这个人，过了些年在官场上磨练久了，原有的那股盛气啊不见了。驾之而来的是心平气和，走起路来挺直稳健。这时候给他做的朝服就应该前后襟相同。又过了些年，人也老了，气也短了，精神头是大不如从前了。加之宦海沉浮，或亲密，或慕见，
大多有看破红尘的感慨，走起路来往往是一副勾腰弓背的模样。这时候给他做了朝服，就应该后襟儿长些，穿在身上才会合体。哎呦，奎爷，我太佩服您了！我万万没有想到，一把小剪刀之下，竟然折射出如此的宦海沉浮。哎呦，哎，对了，最近这些日子，我突然生出个主意来。嗯，你说。来我们店做衣服的这些官员呢，给他们备一个案本，每次量体裁衣的尺寸和他升迁折降的情况都给他记录在案。到时候他想做衣服，就不用再到他府上去量尺码，只要一看着案本，保证做得合身合体。六姐，新衣店有奎爷在这儿，咱们瞧好吧。哎呀，六姐，你发现没有？其实奎爷和李掌柜是特别像的一种人，他们都是对某一件事特别特别的用心思。对，一个是衣尺，一个呢是茶尺。我觉得衣尺挺准确，不过这个茶尺。小师叔，静侯。北京的几大布号，除了千祥义之外，所有的布料都被艾龙标订走了。啊！艾龙标，他订这么多布干什么？我怀疑啊，他是针对我们移民部的。移民部？这真是艾龙标在捣鬼的话，那么事态可就严重了。三哥，你马上去一趟济南，去瑞丰和大广盛的布号联系一下，看看艾龙标有没有在那儿订过布。好，在这儿。哎，小宝儿，你怎么来了？回四少爷，济南的韩先生给旧军送去一封信，老夫人看了，让我赶紧给您送过来。小宝先去休息。四少爷，那济南我还去不去了？你先不去济南，回头我写一封信，你去趟济宁。对了，小宝，你明天回济南的时候告诉韩主任，以后不要给我通风报信，他现在是瑞祥的掌柜，要注意防范。是，小的记住了。走吧。果然是艾龙标在捣鬼，他这一招可真是够阴毒的。为什么我们就没有早点想到，早点下手呢？想是想到了，可是你没有拿到移民部的文证，谁敢贸然做这么大的订购啊？咱们还有什么办法可以补救吗？真像沙先生说的那样，货源是移民部的牛鼻子。那我们去外地订购啊，这布料不能被艾龙标这小子全揽去吧？他用不着拦很多，他只要拦走一部分就够我们受的。哎，海龙彪这个王八蛋，现在还想着报复我们。别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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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自己别乱了方寸，别急。这样，静侯，你的任务不变，继续去天津商号组织人手。到各地去采购布料，但是一定要保证布料的成色和规格。那艾龙标怎么办？我亲自去一趟，找艾龙标谈谈。六姐，是不是你和艾龙彪一起设下的奸计？你说什么呢？你说清楚点好不好？费尽心机让孟大人把移民部放给瑞福祥，可是你们却在暗中控制货源，你们是何居心？六姐，我跟你把话说清楚了啊，
为移民部到孟府虎孟大人，慎终了结，惹下乱子，跪下求我帮忙的，也是你的友情。我好心好意帮你，不知抬举，半路下轿撂局的，还是女中六姐。我没找你的事儿就不错了，你倒好，猪八戒反打一耙，还搂上我了。啊，艾龙彪采购布匹是他的事，与我何干呢？别来无恙。孟公子，幸会。你比我预料的整整早来了一个月。师兄的账算是越来越精到了。见笑。师兄，瑞福祥的三处电号都已经归了你。你的怨气还没消吗？哎，上次可是报仇，这次可是为了生意。师兄要是能这么想，我的心里就安生多了。师兄，让咱们化干戈为玉帛吧，咱们联手做移民部的生意，这样对你、对我、对所有移民都是一件好事。好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那师兄有什么要求吗？我呀，给你算了一笔账，在秋节前这两个来月，你要拢齐60万匹布，绝难实现。你呀，最多能拢齐30万匹布，而且这些布大都是从那些小布号里采购而来，所以呢，成色规格必定纷乱不一。而现在，我瑞祥手里就拢齐了30万匹布，这些布可都是从各地的大布号那里采购来的，成色十足啊。哎，先不说这些了，就说你拢不齐60万匹布，朝廷方面你绝难交差，所以你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找我这30万匹布来堵窟窿。这点儿你早就算计好了，所以今天才来找我。没错，我就是为了这件事。好，我可以帮你，没问题。不过我有一个要求，我这30万匹布你得让我赚足90万两银子。90万两？师兄，每匹布赚3两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？是有点过分，可你得体谅我呀，眼看着我的乡饷债券马上就要到对期了，我得兑付，准备好资金嘛。师兄，乡饷债券是我孟乐川发起的，兑付的问题我比你还要担心。乡饷债券的兑付，咱们俩共同承担。孟乐川呀，孟乐川，我听你这话怎么这么可笑呢？师兄是不相信我的能力，还是不相信我的人？恕我直言，这两者我都不相信。师兄，我这趟来是诚心诚意的。我也是诚心诚意的跟你交底儿了。你现在有两条路可以选择，第一，买我的布赔钱，第二，不买我的布坐牢，甚至是杀头。师兄，你这么做未免有点太狠心、太歹毒了吧？我狠，我歹毒，可我用的都是生意场上的招数，比你用自己的女人抢生意这些下三滥的做法要强得多。
艾龙彪，买卖不成仁义在，你不要在这血口喷人。我孟洛川什么时候让自己的女人抢生意？孟洛川，你住口！你还敢在这儿装清白？我告诉你，要不是我将计就计，你以为移民部就这么容易到手吗？三个都到齐了，跟我说说移民部是怎么到手的。四少，我错了，您惩罚我吧。小师叔，小一婶这么做都是为了移民部，为了瑞福祥。我就是想知道移民部你们是怎么到手的。正午以前认识小姨婶，有一天他在街上遇见小姨婶，正午说小姨婶长得酷似孟传举的已故夫人，想要什么。正午要小姨婶去孟府做续弦，当时正午和艾龙彪为孟传举父子刻录了一部书，孟传举要把移民部放给艾龙彪，情急之下小姨婶才去了孟传举处答应了他，后来又想想不对就作罢了。少爷，是我错了，我不该用这样的方式帮助你。你用这样的方式来帮助我，不是在侮辱我，是在侮辱你自己。你应该清楚你在我心里的地位，我每天都在惦记你。刚才艾龙彪跟我说，说我孟洛川做生意靠卖女人。我还不信。现在说这些都没用。小翠儿，帮你家主子收拾收拾东西，你们回家吧。不，你不能。我为什么不能？我现在轰你走，免得我以后看你心烦。姐真的知错了，你打我，你骂我，你惩罚我怎么都行，你别让我走。小师叔，
四少爷，你就原谅少爷奶奶吧，你别让我走，我要陪在你的身边，我求求你了，四少爷。你走不走？不走。走不走？我不走。走不走？刘师叔，我求求你把小一婶留下来吧。四少爷，我求你别走，别走。松手。我不。松手。松手。小翠，静好，静好，小翠，把他拉走。你记住，从今以后咱俩没有任何关系。今天早上起来以后，觉得跟以前有点不一样。怎么不一样了？就是，真的，我觉得自己像个大人。
老伯，完生是章丘旧军的，孟大人是我的族叔。哦，你来过，我认出来了。这是我的名帖，我想拜访一下我二叔。好，少爷，你稍等。有劳老伯了。老爷，打老家来了一位后生，想见你，这是名帖。不借。是。等等，老爷。让他进来吧。是。侄儿寄生，给二叔请安。啊，坐吧。谢二叔。移民部发放给瑞富祥，也算是旧军梦的一份荣耀。事关移民大事，你可要尽职尽责，务实有失啊。谢谢二叔对瑞富祥的信任，侄儿一定全力以赴，不辜负二叔的期望。说起来，二叔还得感谢一位贤良女子，是她的一番睁眼挡论，为二叔拨云见日，大正视听啊。哦，不知道这位贤良的女子是怎么说的？她说了一副对联，可谓微言大义。我觉得你该把它记下来，当作座右铭。好，二叔请赐教。子贡经商，取利不忘义。孟轲传教，欲富必先仁。侄儿记住了。二叔，侄儿这次来是想向您禀报一件事情。移民部时间紧，布量大，瑞富祥一家不好做这个，很有些吃力。吃力？这可是大事，你想怎么样？我想二叔能不能搬运，让进修堂的千祥义不好与瑞富祥统领此人。不可，一家旧军梦的商号已经置我于瓜田李下之境地，岂可再加一家旧军梦的商号受人画饼？啊，侄儿不知，二叔见谅。你们商号之间可以联手来做，二叔总管这次移民，上蒙朝廷重托，下关移民疾苦，作为旧军梦的商号，你们要给我争气，为旧军梦争光啊。是，侄儿记住了。少爷慢走。四弟，四弟，哎呦，二哥来了，怎么在这儿睡着了？我是昨天晚上在这想问题，不知不觉就睡着了。啊，你们什么时候到的？啊，刚到。我去给沙先生送信，沙先生要亲自来一趟，我们就连夜赶路，今天早上才到北京。二哥辛苦了，你们是不是还没吃早点呢？四少爷，看样子你也没吃呢，怎么不见少姨奶奶和小翠儿啊？啊。三哥，你帮我们去买点早点吧。好，沙先生，我去了。哎，二哥，坐啊，坐。哎，李大爷，李大爷，少爷奶奶和小翠儿呢？哎，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，我已经在信里跟你说了。
以前但凡有这种大局的时候，我总是才思泉涌，好主意好点子一个接一个。可是现在，二哥，我真有点江郎才尽的感觉了。知道这是为什么吗？这是因为你知道了有所为有所不为了。有所为有所不为，过去你没有有所不为的局限，想问题自然天马行空，挥洒自如。而现在不同了，你心里对自己多了些约束，多了些自律，思路自然会受到羁绊。比方说，你过去筹划的以捐赠移民部来换取关东皮货珠宝的生意，这要在以前，你会毅然的割舍放弃吗？有道理。可是二哥，我毕竟是商人，经商势力是我的首位需要。蚕在游泳变蛾的时候，总会有些不适应。但是你要知道，蛹的世界是蚕茧，而蛾的世界则是广阔天地。蛹与蛾，它们有不同的生存之道。僧佛是修蛇龙之变，二哥，你觉得我能经过这一蜕变？这就取决于你自己，甚至就取决于眼下的移民部。二哥，移民部货源不足，艾龙彪又釜底抽薪，我现在真的是无能为力。我们不是议论过，半部《论语》治天下吗？半部《论语》治天下。接到你的来信，我也感到事态严重。恍惚间，仿佛有一种力量把我推到了书案前，让我重新拜读了李先生批注的那部《论语》。忽然，我茅塞顿开。二哥，你是不是有什么良策？良策就在《论语》中。就在《论语》中。《子路篇》里说：“君子和而不同，小人同而不和。”尊先祖亚圣说过，天时不如地利，地利不如人和。荀子则说，人力不若牛，走不若马，而牛马为用和也。曰，人能群，彼不能群也。二哥，你等等，等等等等等等。二哥，你说的可是大量的建立外放之户？论语阳货篇说，宽则得众，信则人任矣。时境答辩，济阳、宇城、历城、章丘、怀县、高密等彼处皆是何止万家，而且我们这府乡跟当地的知府颇为融洽，和当地的牙行关系也非常密切，我们可以统一进购盐商，然后代放给这些知府，统一的要求他的成分还有规格。等到验布成功之后，我们再付给支费，这是一个两厢情愿、两厢得意的事情。二哥太好了，这种看似简单的转手织布方式，它的好处显而易见的。一来，这些织布可以省去了买棉纺布的麻烦，他们可以专心致志的织布，织出来的布效率和质量必定大大提高。二来，咱们的商号只需要付出一点点的人力和物力，就可以建成一个相当于10000人规模的纺织厂。开坟发力，这又是一片旷古罕见的大坟场。嗯，我给这篇旷世之作起了个题目。什么题目？带沙纺织。带沙纺织，好题目。
上迅速将购进的棉纱带放给各地的织布，有效地利用分散织布的人力和物力。很快，织布们就上交了规格成色划一的布匹，迅速完成了移民部的交货任务。瑞福祥还圆满地解决了移民过冬的穿衣问题，同时也挫败了艾龙彪企图陷害孟洛川的阴谋。瑞福祥终于又挺过了这道难关。疆域无边，商机无限，关山重重，路万千，仁爱在心，大江空海，诚心在胸，走